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吴磊，我现在在一家商场里面，然后我一会儿准备去超市采购。对，这就是今天的新一期 Vlog 的开场。为什么要去采购呢？因为我明天要去秋游。OK， 我现在已经在超市了，而且我已经买了很多，就是我清单上面的东西。OK， 还有很多的菜。然后现在超市特别萌，都有这种自助的这种收银的了。我感觉我完成了我小时候的梦想。我小时候特别想做的一件事就是去那个试一下这个。哎，太强了这个。Hello， 大家好，还是我。本来我都已经准备好了，今天跟我肯听听的小伙伴们去进行一场快乐的、年轻的、充满活力的青春之旅，也就是秋游。我连这些食材都准备好了，我准备给大家做非常好吃、非常美味的三明治，还有凉拌冷面。这才准备的非常豪华的设备，各种机位，去记录我今天美好的秋游。但是，今天出现了一个很大的问题，就是。会帮忙。喂，我跟你讲个非常大的问题，今天下大雨了，无法秋游了，秋游垮了。到时候大家问一下你要不要去玩密室，有一个监狱主题，你玩过没有？你能玩恐怖的什么？我玩不了恐怖的，我害怕。我订了一个没有那么恐怖的，我差不多一会儿过来接你了，12点多钟的时候。哎，远。下雨了，你知道不？那下午咱去整密室吧，咱这秋不了游了。你胆子小，我胆子小，咱俩就一组。我还开车过来接你。你完事给我发个位置。OK， 所有机器都架好了。哎，我感觉我自己在搞一档真人秀。系上安全带，出发。第一位先去接我们的 S 加一。S 加一，你回头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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S 加一，你回头，对你回头就看见我了。等一下，这车门我不会开。哎，这车门咋开啊？哎，可以可以可以。你不知道这一路来有多辛苦。接人的快乐，你终于感受到。我把我吓到了，你知道吗？为啥？我感觉我穿越了，我突然就听见有人很愤怒的叫我加一，还是噪音。S 加一，我看你走过去，我还是你又不答应我。感谢乘坐磊磊专车，请您系好安全带，我们出发了。好的。坐无声的车，紧张吗？你开雨刷。哦，忘记了。你坐副驾驶吧，你坐副驾驶。大家我给你看吧。你体温正不正常？正常，肯定正常。你扫一下，来。你戴那个低，正常。来。走着，给自己关、啊。这门还自己关，赶紧我把门关了，还给你关门。我还下车让我姐你关门得了。照这个路口走走。肖老师，他给我们带来的吃的里面有一盘立交带，你要对我们做什么？年轻气用的，我给你在那给你绑架了。你没事吧？我摸你头。你下车。没有办法。男人们，我来了，别着急啊。来了，别着急，马上过来，你在南门是吧？大哥，请，你让我走一下吗？这个兄弟真的是不听话。娃娃，你别破音，我求求你了。出江，我们终于乘客到齐了。感谢吴师傅。哎，不谢，应该的。那个，这谁的零食？这是队长准备的零食。那边有牛奶，有饮料，有饼。咱们的限定咱们没有，我跟你讲。你知道我昨天在里面干嘛吗？买那个就保鲜的那个包装盒，你知道装三明治包装盒，把包装盒洗了。我想着明天这样节约点时间，我能赶紧做完。我把厨房的机器也架好了，结果今天早上那个雨啊！队长，那个三明治，好棒啊！天哪，太好吃了吧！我可以过了，好像看到了在那里。下车到站。你们回来自己看看门啊，你们门都不在了吗？
所以我减肥是减不掉的。那就，然后嗨嗨嗨嗨嗨，好看！哇哦！哇哦！